大家好，我是广州粤剧团的化妆师冯恒。我家是粤剧世家，然后我爸爸妈妈都是做粤剧的，我们是广西的，他们就很想将自己的女儿可以学到纯正一点的粤剧，就将我送去广东粤剧学校读书，是做演员的。那我六年的学习时间，我就发现我不喜欢演员，我反而喜欢化妆多一点。你大概这样看，你觉得是一样的妆，但是每一个人眼大一点、眼小一点、面大一点、面小一点，都有很多区别，很多细节的方面要处理的。从这个人的形象来讲，他饰演的人物的形象，即比如说一个很老实的人，眼大大的、很可爱的、天真活泼的，但是他要演一个奸角，那你要怎样处理的妆容呢？那就变成了你的眼啊、眉眼啊，还有你的面部啊，就要 有所变化咯。所以呢，你看到是底色红色、黑色，画眼画眉，画完嘴唇就可以了。但是对于我们来说，是每一个细节都在处理的，是处理出个人物出来。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，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我转了这个化妆。我反而很庆幸我爸爸因为想我做演员而送我去粤剧学校，让我知道了原来我这一生的兴趣和我的爱好是在这个化妆上面。每一次我见到演员在我的化妆之下出到去的街招，和出到去的一种给观众的认可，说哎呀今天这么漂亮的，今天漂亮很多、哦、这样好像二十年前这 样，我就会那种感觉，就会觉得是我所有的失眠、所有的压力、所有的付出都很值得。我是很庆幸我自己可以在我人生中选择一样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来做。